哎呦，这白姐姐都没见嘛，要自己往这个家里面吃药嘛，姐。你做事就是了，有点好处嘛。你要是干什么，就把这箱金条给你。哟，那你可不要后悔呀！哇，不就是胶麻剂嘛，小意思。哦，你信不信呀？哪个说不信的？大一个人。